check。今日即係淨係聲嘅啫嘛。基本上我第一次咧就係、是、追悼會嚟嘅，追悼會佢整個做法咁就。試咪，聽唔聽到？聽唔到？好清楚，好清楚。
that established almost 5 years ago. This group consists of many youngsters,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The group does not have a formal structure, and we host many rallies, assemblies, and different events concerning about Hong Kong. We have so far hosted these rallies, and we have to come this Saturday. A freshman already at Grand Central, and some other event about the extraditional. We have more volunteers joined us for all this event. I also want to mention there are other New Yorkers host events like Lennon Wall and art exhibition. This Saturday, New York will join force with at least 25 different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to host a rally to support Hong Kong. We also work very hard on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by sending up petition letter, both physical and online, for their congressmen and senators. Urge them to support the act. I, myself, also work with different U.S. groups and politicians from Hong Kong to push this act and visit D.C. for lobbying, if possible. Here, we support Hong Kongers in this movement, support the five demands and condemn... 欢迎大家收睇《苹果日报》的直播。香港人加油！我们现在身处在中环的遮打花园集会，今天这个集会的主题是英美港盟主权在民的。重复一次，今晚我们这里的集会是英美港盟主权在民的遮打花园集会。今天的集会是由大专学界和连登的我要揽炒巴打团队两个的界别一起合办的一个活动来的。都有開始進行，由上面嗰個。咁遮打花園咧，今日嘅集會主要係有兩個嘅訴求嘅。第一個訴求咧就係要求英國確認中國係違反咗中英聯合聲明啦。第二個訴求咧就係要求英美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制裁港共政府，凍結咧打壓香港自由嘅人佢哋嘅資產啦，同埋禁止佢哋入境。九月國會復會的時候，我們得到兩派支持，就可以盡快將這條法案通過兩院去實行，去制裁破壞香港人權自由的香港。咁我哋呢個時候咧就。訪問一下在場的市民咧，睇下佢哋有啲咩意見先。我哋陣間八點開始個活動咧，我哋會影翻住個大台嘅。大家好，我係洪景一，好抱歉因為個人嘅原因未能夠同大家同行。只不過喺經過收到碩士嘅呢一段時間裏面，我充分感受到有好多人都好關心香港，尤其喺香港面對當前困境入面，有好多人選擇寫信俾自己當區嘅議員，希望可以爭取你嘅支持，集結力量關心香港。我知都有感覺，亦都得到自己當區議員嘅正面回覆。好多時候呢啲回覆我哋嘅議員。好，咁我哋而家咧訪問一下在場嘅市民先，係現場比較逼啊，唔好意思，係唔好意思，有啲殘眼，係你貴姓啊？姓陳。陳小姐，誒，做乜今晚會參加呢個集會？你有啲咩目的咧？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當一個政府喺佢200万人和平理性咁上街嘅時候，佢唔理大家嘅訴求，然之後仲喺大家持續上街嘅時候，仲不斷再用武力去鎮壓市民。我覺得呢個政府係呢個政權係好過分嘅，所以我覺得身為香港人係有必要發聲，同埋為下一代去即係俾下一代嘅一個更加好嘅未來咯。所以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同埋要緊記七二一同埋8/11。今日嘅集會主要嘅兩個訴求咧，就係要英國單方面去確認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啦。第二個訴求就係希望英美國家制定一啲法律咧，去制裁嗰啲即係損害香港自由嘅官員。咁你嗰啲呢兩個訴求即係達到個可能性高唔高咧？你覺得外國嘅政府係咪真係願意幫助香港？我唔敢講高唔高，但係希望係佢哋會係做少少嘢咯，未必一定係做好多去支持香港。就算佢哋淨係發聲，其實都已經係好足夠噶啦。
你覺得如果真係通過咗一個人權民主法案嚟制裁嗰啲即係損害香港自由嘅官員，即係例如唔俾佢入境啦，或者凍結佢資產啦，你覺得呢啲即係措施係咪真係可以有效咁樣去制止嗰啲人再去做一啲即係暴行啊，再去做一啲損害香港自由嘅嘢咧？某程度上係會起到作用咯，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好多香港官員都係佢哋都係有外國有資產同埋有國有居留權嘅，咁所以如果係制止咗嘅話，其實佢哋就某程度上係真係希望係可以有效令到佢哋冇咁胡作非為。即係你都相信，如果呢啲措施係通過咗嘅話，係會對嗰啲人產生一啲壓力。係。咁嚟緊都會再有好多唔同嘅遊行啦，民陣都諗住星期日會搞一個遊行，雖然而家警方反對啦。咁你係咪都會繼續即係盡力去參與呢啲活動？有時間嘅話係會。最後問下，即係如果俾個機會你同政府講啲説話，你有咩想同政府講？希望。希望他可以收手，因为人性是没有立场的，希望他们可以寻回自己的良知。唔该晒陈小姐，唔该晒。好，咁我哋啱啱就訪問咗在場嘅一個市民啦。咁而家嘅活動咧，其實都接近八點咧，將會開始噶啦。我哋俾大家睇下現場咧嘅即係。人頭湧湧的情況之後呢，我們稍後就會拍回住大台給大家看看今天整個集會的內容。今天呢發言的嘉賓呢個光譜就很闊的，除了有在香港的一些前立法會議員，例如吳凱兒啦、歌手何韻詩啦，咁亦都有咧，已經流亡咗德國咧嘅前社運分子咧，黃台陽，同埋另一位咧就亦都係港大嘅梁繼平，佢係之前喺立法會咧除過口罩發表宣言嘅嗰位人士。咁今日佢哋都會透過，即係佢哋啲身處外國嘅人咧，都會透過視像咧喺香港呢一邊嘅集會，同大家發表一啲演講嘅。咁主办单位咧就系大专学界啦，成呢一个连登嘅我要揽炒嘅团队咧一齐搞嘅今晚呢一个集会。呢个集会佢哋讲到明咧，希望系会有好阔嘅光谱嘅人参与啦。大家见到啦，譬如头先吴凯尔可能属于泛民啦，黄台阳可能属于即系本土勇武派啦。咁佢哋都会寻求唔同光谱嘅人咧。一起參與這一場集會，今天希望可以喚起國際的關注的。他們的訴求主要是兩樣的，第一個訴求就是希望英國可以確認呢中國是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第二樣呢就是希望英美的國家呢可以制定一些民主人權的法案啦，去制裁一些損害香港自由的官員。那怎樣制裁呢？就例如是凍結他們的資產啦，或者是禁止他們入境的。咁呢個就係佢哋今日嘅訴求啦。I know it's not easy, and I applaud your determination, but I encourage you in that. I call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peak out with one voice. I urge governments to ban the sale of equipment to the Hong Kong police that can be used for brutal repression. And I call on like-minded governments, the British,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Australian, Canadian governments, and also governments in the region, Japan, Korea, Taiwan, and other democracies in the region, to work together to put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s of Hong Kong and China to listen to the crie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and to engage in a process of political reform for Hong Kong that will give Hong Kong people a stake and a say.In the way they're governed, and that is the only way out of this current crisis. So I want to say that I will continue to do everything I possibly can to speak out for you, t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you, to be with you in spirit. And I wish you well in today's protest, in all the protests to come, and I hope that this crisis can lead to a better future.for the beautiful city of Hong Kong.
Again, your struggle is my struggle, and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It's my pleasure and honor to be with you, at least virtually, at this important gathering of the Hong Kong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o express my admiration and solidarity for the many diverse elements of Hong Kong society, young and seniors who are struggling to defend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against the increasingly belligerent and invasive impositions of both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and their compliant agents i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 want all of you to know that Democrats around the world stand with you in this valiant struggle, and that you're not alone. We're watching very carefully what you're doing. We are lobbying our governments and societies to stand with you. And as you know, you are part of a global process of people standing up and taking great risks in Venezuela, in Sudan, in Georgia and Armenia and Ukraine, and trying to defend against the encroachment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he Philippines, Hungary and Poland. You're part of a global process of trying to defend freedom, and we thank you and extend our solidarity and admiration for your courageous struggle. I want you to know passed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which will impose real and serious sanctions on those officials in Beijing and Hong Kong who can be identified as violating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ank you, and Godspeed.各位嘉宾，各位香港人，大家好，我是今次集会的司仪 Edmund， 这位是 Joey。
由6月9日至今，香港人努力不懈，万众一心，誓要改变香港制度下的种种黑暗。我们没有分派别，没有大台的绝地抗争。除了本地抗争之外，国际战线对于整场运动以至香港民主发展都是极为重要，两条战线唇齿相依，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因此大专学界联同连登的我要揽炒团队举办了今天的集会。Hong Kongers and friend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welcome to the Stand with Hong Kong Power to the People rally,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Higher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legation and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I'm your MC for today, Joey, and this is Edmund. 今天集会的主题是英美港盟主权在民。我们期望以这个集会为契机，凝聚本地以及国际的力量，抵挡政权打压。我们有以下两大诉求：一、英国确认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国际条约；二、英美国会国自制定以及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制裁损害香港自治、自由、人权以及民主的官员，冻结他们在英美的资产，禁止他们入境。今天的集会，今天的集会亦都是为了展示香港人对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给国际社会见到我们的诉求。Continuous suppression of democracy,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by the leadership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broken promise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Hong Kongers have united to put pressure on the local government for the past 2 months. Now, we are escalating our fight to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We, as a part of the free world, are fighting against an authoritarian tyranny, and we call on our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to stand with us at this crucial juncture. Tonight, our demands are for.First, the UK to declare a Chinese breach of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which is a binding international treaty. And secondly, the US Congress and the UK Parliament to legislate Magnitsky-style sanctions upon the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or complicit in the suppression of rights and freedoms in Hong Kong. We also hope to demonstrat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ur strength and determination in fighting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事不宜遲，今日的集会正式开始。大专学界将会代表今日集会的两个主办组织，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以及我要揽炒团队读出宣言。现在我们有请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的代表。 The rally will now begin.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HKIAD will say a few words on behalf of the two organizing parties of this rally, the HKIAD and the Scorched Earth team.Will representatives make their way onto the stage, please? Hello, 各位香港人，大家好。今天我们齐聚于此，为的就是集结大家的力量，向世界发出响亮的呼声，表达我们反对送中的立场，争取文明世界的支持，以及表达香港问题的深层原因，就是香港缺乏有效的民主。 Today, w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have gathered here to rally our collective strength and make our voices heard. We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we oppose the extradition bill, and with the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highlight the root cause of the bill, the lack of genuine democracy in Hong Kong. 中国改革開放40年，伴隨著經濟發展的並不是西方現代化理論裡面所說的民主和自由，而是獨裁、鐵腕和數之不盡的人權和法治問題。過去西方國家錯信現代化理論，對於中國的崛起採取衰政政策甚至積極援助的態度，直接導致今日的惡果。 40 years after China decided to open up and pursue economic reform,
It has not followed the path of gradual democrat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rights and freedoms. Instead, China has remained a one-party authoritarian state, rife with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n the past, the free world appeased and even supported China's rise of power, in the mistaken belief that the country would pursue political reform. This has culminated in today's bitter reality. 幸好，西方国家近年已经逐渐察觉中国的崛起对于全球人权和民主的影响，加上中国一方面采取锁国政策，限制资金的进出，另一方面承借西方开放自由的社会，偷窃西方国家的知识产权，并以资本大举入侵，以收购其重要和战略性的产业，对西方国家造成根本的威胁。此刻香港应该和西方国家有着共同的危机和困难，实在理应携手并肩，以各自最大的能耐和决心，为我们香港和世界的家园、自由和人权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 Fortunately, Western countries have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China's rise to power endanger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This view is bolstered by China's recent isolationist strategies, including restricting foreign investments, stealing Western countri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making predatory investments in crucial markets. This is a fundamental threat to the Western's economy interest. Both Hong Kong and Western countries are currently facing immense challenges from this shared crisis. We must stand together with strength and determination to fight for the survival of our homelands and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of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於是我們同在連登討論區上曾經發起全球登報運動的我要攬炒團隊攜手合作舉辦今晚的集會，並且宣告我們未來會積極長時間地從事國際連結和遊說的工作。我們會本住和西方國家共同的信念和利益，將香港的議題帶上國際主流政治的舞台，為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及以後人權和自由的一切價值的運動注入強心針。We have therefore collaborated with the Scorchberg team from LIHKG Forum, which launched a global advertising campaign to organize today's rally. From now on, we will actively and continuously establish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for advocacy. Sharing common values and interests with Western countries, we are going to place Hong Kong on the agenda of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 further strengthen support for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campaign and stand up for the values of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在過去的一段長時間入面，我們可以見到國家機器以粗暴的手法拘捕示威者，他們不單止瞄準示威者的頭部和要害射擊子彈，肆意發射催淚彈，還不斷濫捕，並且以嚴刑拷問和虐待被捕人士，甚至妨礙司法公正，懷疑插裝嫁禍示威者，希望將香港的問題包裝成恐怖主義，斷絕國際社會對於香港的關注。於是我們未來會走訪每一個國家，希望和西方的國家建立正長期穩定和互信的關係，以釐清這些刻意的抹黑，並且宣揚香港警隊不再是亞洲最佳的警隊，而是官商鄉黑的走狗。The regime's violent crackdown on protests. Its repressive apparatus, the police force has aimed and fired shots at protesters' heads. It has fired tear gas with reckless abandon. It has indiscriminately arrested and abused protesters. It has ever perverted the cause of justice by planting evidence to implicate protesters. The regime has attempted to diver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way.From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by smearing the protesters as terrorists. In the future, we plan to visit various countries to build trust and develop long-term working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put these false accusations to rest and to spread the message that Hong Kong police force is no longer Asia's finest,
but in collusion with the tycoons, officials, and organized crimes. 各位，呢啲強硬同粗暴嘅打壓，只不過係事件嘅表徵，背後根深蒂固嘅因由，就係因為當權者對於人權嘅藐視，對於民意嘅漠視，對於人民嘅輕視，對於法治精神嘅忽視。而呢啲問題嘅癥結在於香港缺乏有效嘅民主。自從831框架限制香港民主發展進程以來，香港今日嘅境況其實已經早已注定。我哋未來會向西方國家表達香港對於民主嘅訴求嘅同時，亦會支持美國在未來的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加入個人制裁的條件，制裁侵犯人權和法治、損害香港以及美國利益的官員和人員，並且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等，為香港爭取最大的利益和保護。This heavy-handed and brutal repression is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It's merely a symptom of the regime's deeply rooted and utter disregard of human rights, the will of the people, human life, or the true spirit of rule of law.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is Hong Kong's lack of genuine democracy. The current tragedy in Hong Kong was predestined since China ruled out true universal suffrage on 31st August 2014. In addition to calling on Western countries to express their support of Hong Kong's democratization, we also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echanism for imposing sanctions on individuals alongside the U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to punish those responsible for or complicit in the suppression of rights and freedoms in Hong Kong, including the freezing of their assets. We believe that these measures will best protect the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最後，反送中運動已經擴展日久，大家要繼續加油，記得我們的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我們一起 be water, be humble, be wise, 爭取最後的勝利。過程入面，或者我們需要耗費幾年的時間，但請謹記，正如丘吉爾所言，如果這個小島注定要走向滅亡，咁都需要等到呢個小島上嘅人被自己嘅鮮血封喉嘅時候，我哋唔可以放棄，要堅持到最後一刻。嗰啲喺海外關心香港嘅人，亦會繼續抗爭，直到五大訴求達成、香港民主重光嘅一日。The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has already persisted for many months. We hope that everyone will continue to add oil.And to remember our five demands, we will accept nothing less. Together, let us be water, be humble, and be wise, and fight until we achieve our goal. The process may be long, but let us remember Churchill's words. If this Long Island story of ours is to end at last, let it end only when each of us lies choking on his own blood upon the ground. We cannot give up. We must persist until the very last moment.And Hong Kongers abroad will continue fighting until our five demands are met, until true and genuine democracy sees the light of day. 多謝各位。Thank you. Protesters have been brutally attacked and arrested in the past 2 months. It all started with Hong Kongers opposing an extradition law. But how has this turned into a humanitarian crisis now? It began in 1984, when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was signed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an international bilateral treaty on Hong Kong's future after the 1997 handover.The Joint Declaration guarantees that even after the handover, Hong Kongers would still enjoy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s, including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freedom of assemb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Joint Declaration and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Hong Kong could maintain our own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s and our way of life for 50 years.
Howe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trying to tighten its grip since the handover. In 2003, a national security bill, Article 23, was tabled to the legislature. Specific offenses of secession and subversion were proposed, which could hugely undermine the city's freedom of speech. A massive demonstration shelved the bill eventually. In 2012, the government proposed a biased n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pplaud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eachers are required to assess students' levels of patriotism. It was postponed after 90,000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in protest. Nonetheless, China has never ceased to encroach into Hong Kongers' rights and freedoms promised by the Joint Declaration by all means. In 2014, when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officially denied universal suffrage in Hong Kong, 1.2 million people protested and occupied the streets, setting off the political movement known as the Umbrella Movement. Despite occupying the streets peacefully for 79 days, the police doused the crowd with pepper spray and tear gas, raising concerns about the excessive violence and abuse of power by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9 campaigners have been convicted of their leading roles in the movement. Some of them are jailed for up to 16 months. The government was trying to intimidate activists and protesters with appalling sentences, but in vain. Public anger is on the rise. In 2016, clashes broke out and escalated during the police crackdown on street hawkers. More than 100 people were arrested. 33 of them were charged with riot. The court also handed down 2 of the most severe jail terms to date related to protesters for Edward Lam and Lo Kin Man, 6 and 7 years respectively, further chilling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in Hong Kong. Meanwhile, Hong Kong's freedom of press has been further suppressed. In 2015, 5 booksellers selling PRC banned books in Hong Kong disappeared. One of them was kidnapped from Hong Kong to Shenzhen by Chinese officials. 6 elected legislators were disqualified by the government in 2016. They are all pro-democracy members. A year later, the West Kowloon Railway Station connecting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cities leased an area to mainland China under the co-location arrangement, meaning Chinese officials could enforce mainland Chinese laws in Hong Kong. China continues to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ost recently, an extradition bill was introduced. It would allow sending suspects to mainland China, where unfair trials and political persecution are common, and could be used to silence dissent. On the 9th of June, 1 million people marched in protest of the bill. But the government insisted on proceeding to a second reading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the 12th of June, protesters halted the legislative meeting and the police dispersed them with excessive force. Even journalists were threatened by police with swinging batons. You shoot journalists, motherfuckers! The government merely suspended but refused to completely withdraw the bill. And that drew 2 million to the streets on the next day. More than 1/4 of the city's population took part. The protest stretched into July as groups of civil servants, professionals such as lawyers, nurses, and doctors alike have signed petitions and assembled. But all peaceful marches and sit-ins fell on deaf ears and were met with brutality. In the evening of 21st July, mobs beat protesters and innocent civilians indiscriminately in Yuen Long, where no demonstration was happening. Calling the 999 emergency hotline for help, civilians were told not to go out if scared. Police officers at the scene turned to leave and did not return until 40 minutes later. Many were severely injured, including a pregnant woman, journalists, and the elderly. No arrests were made that night. Police operations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by someone like myself. China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publicly complimented the police force afterwards. 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In accordance with our guidelines, they rightfully used the force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other people at the scene. On the 5th of August, different sectors joined a citywide general strike, demanding for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Female protesters were arrested and sexually assaulted. Alleged gangsters armed with poles and knives attacked protesters across multiple districts, but police let loose the suspects. On the 11th of August,
Police went undercover as protesters and were seen putting sharpened rods into backpacks of handcuffed protesters, allegedly planting evidence. They breached weapons safety guidelines by firing tear gas into enclosed MTR stations. A first aider was shot in the eye, and her eyesight is forever lost. The Hong Kong police has fired at least 1,800 shots of tear gas, 400 beanbag rounds, and rubber bullets at protesters. More than 500 protesters have been arrested to date. Police officers have repeatedly refused to show their warrant cards and denied protesters the right from seeing their lawyers. Are we at the point of no return? Is there any hope? As a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co-signatory, the UK has a unique legal right to declare a breach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We are also here to call upon you to stand with Hong Kong in the fight for human right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enact sanctions upon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the suppression of rights and freedoms in Hong Kong. Stand with freedom. Stand with us. Stand with Hong Kong. 香港絕不下跪。现在我们将会进入论坛的部分，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前立法会议员吴霭儀女士、时事评论员连月珍教授、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先生出席今日的论坛，而我们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先生将会是今次论坛环节的主持，有请咁多位。 Session 1 of the forum shall begin. We are glad to have our former legislative councillor Ms. Margaret Ng, famous commentator Dr. Joseph Lin,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Demosisto Mr. Joshua Wong as our guest, and the spokesperson of the HKIAD will be our guest host. Guest, please.大專院校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坤陽啦，咁我哋而家會進入一個簡單嘅一個嘅討論環節，希望可以同大家去簡單咁介紹翻，其實點解我哋今晚會舉辦呢個晚會呢？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相信透過英美嘅聯手啦，去履行呢個義務啦，其實我哋係可以咧去為到香港嘅本地戰線咧係添一分力嘅。聽唔聽到？聽唔聽到？好啊。咁大家聽到嘛？好，咁咧，我哋咧就事不宜遲先。咁其實咧有幾條問題咧，就希望各位嘉賓咧去解釋翻先啦。第一樣嘢，我哋好似呼應翻我哋今日晚會嘅第一個訴求，中英聯合聲明，我哋希望英國政府咧就宣布中國政府咧係違反咗佢嘅。咁
首先我想問一下各位嘉賓第一條問題啦。咁中英聯合聲明，你哋覺得其實係咪係足夠咁保障香港嘅自治咧？可能之峰先，哦 ，Margaret 都得 ，Margaret 先啊嘛。其實咧就中英聯合聲明裡面咧就有非常之清楚嘅承諾，就係英國將香港交還俾中國，中國就會實施基本嘅政策方針，中間包括除咗國防外交之外，香港嘅高度自治，我哋有行政權、有立法權、有獨立嘅司法權同埋終審權，呢一啲都係中英聯合聲明度講明嘅。唔單止係咁，仲有原有嘅生活不便、人權係得到充分嘅保障，同埋最重要嘅喺附件一裏面講明，香港嘅立法機關係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要守法同埋要向立法機關負責，呢一啲都係要喺基本法裏面講定嘅。咁所以咧，有人如果話基本法或者係中英聯合聲明係冇呢啲承諾，或者已經係過時咧，呢啲係完全係不符事實嘅。但係我想講一句咧，就係、是、無論條約裏面點樣樣講，我哋都係需要有人去推動嘅。條約係會有人話已經係失效啦，已經過時啦。我哋係要有人好堅決咁樣樣咧，係反對呢一個講法嘅。如果我哋唔努力嘅説話咧，呢啲條約就算寫咗喺度，都會變成冇用。所以我哋同時，我今日好贊成大會嘅主題，就係、是、永遠唔好忘記，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我哋有責任去做好我哋國際社會嘅一份子。但係同時，無論國際係點樣樣支持香港，最終一定要香港人支持翻自己。我哋無論係如果我哋今次唔係有和理非100萬、200萬人咁行出嚟，唔係有我哋嘅勇武，係好堅決咁樣用身體去阻止立法嘅通過，世界係唔會俾我哋咁大嘅支持嘅。所以我哋所有嘅香港人，無論係勇武，無論係和理非，無論係老人、中年人或者是年輕人，我們都要一起為香港爭取條約之下我們應該有的權利，一個也不能少。多謝。好，多謝巴特。他很清晰地指出了中英聯合聲明，我們是不應該承認它已經過了時，不應該去採取或者採納這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說法。那不知道Lin Sir又怎麼看，對於中英聯合聲明對於香港今時今日有什麼的角色呢？我想我們大家都非常之重視這個中英聯合聲明。第一件事，今晚回去大家拿回那份聲明來看，清清楚楚地看出英國有什麼義務，中國有什麼義務，然後我們要求這兩個國家呢是盡他們的義務。當然啦，這些國家會不會盡他們的義務，我們都很難說，我們都很難保證。所以剛才 Margaret 說，就是說最終最有效的那個保證是在我們香港人自己的手裡。我很高興看到呢，就是說這兩個月來呢，香港的社會運動呢是取消了所謂那個世代隔閡，即是老一輩的民主運動的人士和後生一輩的民主運動 的年輕 一代人都非常之合作。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上次呢2014年的時候呢，只是少數人呢是敢於勇武地去抗爭，大多數人都未看到這個抗爭的這種抗爭的合法性、合理性，所以呢對他們會有產生一種誤解。但是今次運動裡面呢，
幾乎所有的後生仔都上曬前線，係嘛？咁老一輩嘅人覺得，哇！呢啲都係我自己嘅仔、自己嘅女、自己嘅子侄，唔支持佢哋點得咧？所以咧，呢、這個咁嘅諗法一旦出現咗之後咧，即係唔篤灰唔割席，即係嗰個咁嘅承諾咧係有咗一個好客觀嘅根據。所以咧，香港嘅民主運動係一浪高過一浪。一代人比一代人更加努力地去推这个运动的前方向。咁啊，多谢现场嘅 Kevin 啦。咁佢都提出咗就系中英联合声明咧，其实嗰啲嘅条件啊，同埋对香港嘅保护咧，系必不可少。咁但系好明显见到自呢个主权移交以嚟咧，可能好多嘅方面咧，中英联合声明咧都未必保障到啊。咁任之之公点睇咧？香港唔应该只系被视为中国管治下的香港，香港亦都不应该只是被视为北京管治之下的一个城市，香港应该被视为是亚洲的香港，是国际之间的香港，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城市，一个的行政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去推动国际连结、国际倡议的原因。无论是美国1992年的美港政策法，到到是在80年代的时候的中英联合声明，我们清楚知道在强权、在北京的威权之下，香港人的政治自由是的确取决于北京的取态，但香港的经济自由就是取决于西方社会、国际社会对于香港拥有的那套司法独立、那套法治制度的认可。这一点北京不能撼动，亦都是香港不能够被深圳、上海取代的原因，亦都是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的原因。我们见到政权北京会说中英联合声明只是一个的历史文件，他们忽略了一个的事实，中英联合声明是去已经是一份的国际条约，是获得中国北京和英国是在80年代签署了一份在联合国已经登记了的文件。他说这个是历史文件，根本是擘大眼讲大话，国际社会是有责任去处理香港的人权民主问题。除了英国的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他们是去关注香港事务的最大原因，其实美国在1992年的美港政策法亦都是肯定了香港作为独特关税区的独特定位。我们这个的 separate economic entity 不是在北京搓圆禁扁灭我们声 DQ 我们议员送我们这些年轻人去坐监之后就可以亂咁嚟洗橫手。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哋面對住今日嘅國際社會狀況，其實我哋對比起5年前嘅雨傘運動，我可以講我哋今日喺國際社會攞到嘅關注比起2014年多10倍、8倍有多。喺今日嘅中美國力夾縫之下，世界係關注緊香港嘅。而我哋除咗係成功令到英國政府係停止出口橡膠子彈、催淚彈，係俾香港警察係讓到英國意識到佢哋唔可以成為極權鎮壓香港人嘅幫兇之外，我相信英國政府都要有具體實質嘅制裁行動去回應今日坐喺度係數以千計嘅香港人。大家係咪？而同時地，在美國我們知道香港人權民主法在2014年雨傘運動的時候首次提出，我都沒有想過在2016年10月的時候，當時我去見美國的當時的國會議員 Marco Rubio， 也都有見到 Chris Smith 和 Nancy Pelosi。 在2016年的時候，我當時都覺得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去凍結一些違反人權拒絕他們入境真是非常遙遠。在2016年我覺得這個非常艱難，但我沒有想過是在我們整場反送中抗爭去到今天，
今日我哋有数以千计嘅香港人就系喺度话俾美国听，我哋要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让到香港人喺国际社会并不孤单。但系大家知唔知道点解？知唔知道点解忽然间国际嘅关注会提升到咁高啊？因为喺画面度，佢哋见到我哋嘅警察系用乜嘢嘅暴力对付我哋嘅勇敢嘅示威人士，所以呢一啲关注系我哋年轻一代用佢哋嘅身躯去换翻嚟嘅，我哋应该多谢佢哋，系咪啊？各位，啱啱各位嘉宾已经好清晰咁指出咗，英国作为中英联合声明嘅签缔约国，佢有权去履行同埋关注香港，唔单止英国。美國早在1992年立了美國香港政策法，承諾了香港的特殊經濟地位，他都應該有責任去理會香港的事務。剛剛資方都提過了，他幾年前已經大力推動這個人權民主法案，而這一件事也都是今晚晚會我們的訴求。想問一下各位嘉賓，你們對於人權民主法案有什麼看法？為什麼你們覺得通過了之後對於香港可以有莫大的助益呢？咁啊，可能先請練 Sir 先。我覺得呢個即係將會喺美國國會提出討論，極之有可能通過嘅法案啦，係會產生一個好重要嘅喺國際上嘅影響。大家都知道咧，即係美國之前咧就已經有一個叫做 Magnitsky Act。咁呢個係2012年奧巴馬總統嗰時通過嘅。咁呢個法案咧，當時咧就係懲罰第啲國家入邊貪污或者對人權有嚴重損害嘅一啲官員。這個咁嘅法案咧喺2016年咧得到加強，就適用於唔單止當時第一個法案針對嘅俄羅斯，而係可以針對全世界嘅。咁呢個法案喺2017年到舊年咧，就已經有世界上有超過60多個呢啲咁嘅貪污或者即係違反人權好嚴重嘅官員咧，係受到美國嘅制裁，佢哋嘅喺美國嘅資產咧被凍結，佢哋嘅入境權咧，即係入境嘅權益咧，係否決咗嘅。咁如果我再增加一條法律，嗰個處罰嗰係加降低一啲嘅話咧，咁對香港嗰個政府或者即係中國政府打壓香港嗰樣嘢咧，係有好大嘅即係阻嚇作用。所以我哋希望咧，即係。這個法案呢和以前 的法案呢都是對香港有一個 很大的保護作用，還有他們在國我們都知道呢這個加強了的 Magnitsky Act 呢在英國和加拿大呢也都有同樣的立法，而且那個環球適用這個歐盟和在這個澳洲呢都準備通過的，所以如果美國再加強一個即係呢個版本通過了呢個香港人權民主法咧，係會更加即係多嘅法律工具咧，係即係俾呢啲國家利用嚟去幫助香港嘅。咁所以我哋呢度嗰個今晚嗰個要求咧，希望能夠傳到全世界嘅所有國家嘅政府嘅耳朵入邊。咁連 Sir 就啱啱提咗美國政府啱啱立咗一條 Magnitsky Act 啦，咁佢呢一個嘅人權民主法案啦，亦都係參考翻呢一個嘅法案咧。咁入面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制裁翻一啲侵害香港自治嘅官員。咁唔知Margaret， 咁你又點睇呢一個嘅人權民主法案咧？喺1992年咧，就係天安門事件發生冇幾耐之後咧，就係美國通過咗嗰個美國香港關係法嘅政策法嘅。咁嗰一個咧，就主要咧係俾一啲從一啲積極嘅方向，即係話咧，而只要香港係維持佢嘅高度自治係獨立
嘅地位嘅時候咧，係會得到好多嘅優待嘅。咁呢一個咧係由積極嗰面去嘅。我哋利用呢一個法例去爭取香港嘅民主同埋人權嘅時候咧，好多時咧我哋都因為如果真美國香港有咧新嘅利益。我哋而家唔記得法律係一個工具，同時正式嘅，就係因為佢通過咗之後咧，就係一個好清楚嘅信息。美國係俾全世界一個好清楚嘅信息，佢哋係會採取實際具體嘅行動，表示對香港嘅保護、香港嘅支持嘅。咁呢個會鼓勵到世界其他嘅地方都會採取係適合佢哋嘅制度裡面嘅做法。忘記法律，如果是不用的時候呢，是不會有所以呢，我們有了這個如果是美國是真的九月通過了這個法案的時候呢，那我們要不要令到任何人會忘記有一條這樣的法案在這裡。有時我們在國際關係的時候，有些人呢就會諷刺我們，就說美國都是為自己的利益啫，你估真是為你嗎？我們不要忘記，作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我們之間是會有共同的利益的。如果在香港的自由和人權和法治是受到打擊的說話，對全世界其他的地區都不會有好處的。咁所以呢一重的國際關係呢，我哋希望香港人會繼續注意，不停咁樣加深。係喺美國呢啲法例，我哋要時時係提醒全世界嘅人，係要用呢一啲法例咧嚟保障香港嘅人權同埋民主嘅。多謝。咁都想問一下司徒啦，我知道你其實幾年前咧，你都係其中第一批啦，就係想大力去推動，希望呢一個嘅人權民主法案咧係可以過到國會嘅。咁我想問，點解你覺得呢一個法案咁重要呢？其實在2016同埋17年係去到華盛頓嘅國會山莊訪問嘅時候咧，我好記得當時咧呢一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咧嘅支持度咧，喺國會議員裏邊聯署去 co-sponsor 呢一條 policy act 呢一條法案嘅人數咧，十隻手指都已經數得曬。但係隨住過去幾年面對住習近平管治之下嘅威權，亦都係面對住強權之下壓迫，香港人仍然冇放棄到。其實而家咧，香港人權民主法案係喺美國國會裏面咧，已經係有22位嘅議員咧係聯署支持呢一個法案，係喺過去五年以嚟史無前例咁多。當然喺500多位嘅國會議員裏面，22位嘅議員人數依然係有一段嘅距離，但係隨住國會嘅呢一個眾議院嘅議長係首次公開表態，喺九月復會之後係會推動香港人權民主法嘅立法工作。我都好相信，其實呢個法案通過嘅日子都已經係指日可待，因為唔止香港人，亦都有好多喺美國嘅香港人，佢哋鍥而不捨，不斷去發動聯署集會。其實唔單止係今日係喺遮打花園嘅香港人，我哋喺美國好多嘅香港人都係為咗香港嘅民主自由一齊努力，佢哋亦都喺呢條法案裏面好努力推動我哋一班嘅戰友。而值得一提的是，
香港人權民主法案過去咧，大家講得最多咧，都係講三樣嘢：凍結資產、拒絕入境，同埋曾經因為抗爭被捕嘅人會影響佢哋攞到嘅簽證。但係今年隨住香港嘅抗爭繼續升溫，其實今年嘅香港人權民主法咧有一個新嘅要點咧，係加咗嘅。過去一講到呢一個香港獨立關稅區咧，就當然係同呢一個嘅美港政策法有密切關係。基本上，一日美國總統唔宣布香港嘅獨特地位受到衝擊咧，美國嘅呢一個獨立關稅區咧，都係會香港嘅獨立關稅區咧，都係會係保留住，即係意味住過去如果淨係睇呢一個美港政策法咧，獨立關稅區保留與否，取決於美國總統佢會唔會有一個特別嘅宣布。若冇宣布嘅話，獨立關稅區會繼續維持。但喺今年2019年版本嘅香港人權民主法案裏面講到明，就係話除咗要求呢一個嘅國務卿每年提交報告檢視香港的自治程度，同埋要求美國商務部係去檢視香港有冇成為白手套，係讓到極權國家係可以去購買軍火，包括伊朗、北韓。最關鍵一點係2019年版本的香港人權民主法係講到明，每年美國國務卿係要主動定期去交代香港仍然是否擁有獨立關稅區地位。對比起只係美國總統被動非定期咁樣係去作一個宣布，其實今次2019年版本嘅呢一個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咧，係更加強而有力嘅。咁我相信，當然去到呢度咧，我都預計聽日咧應該會有呢個文匯大公嘅頭版啊，或者咧就大篇幅咧就係講我哋咧所謂勾結外國勢力。但係其實爭取香港民主唔單止係香港人嘅事。亦都係講緊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點樣可以保障佢嘅政治自由同埋經濟自由？所以我都係奉勸嗰啲有疑慮、有誤解或者意圖抹黑，甚至過去啊，即係自從去完呢一個嘅美國國會之後咧，直言講話我係呢一個中情局特工啊，受過海軍陸戰隊訓練，我都只能夠去奉勸佢哋就係，其實香港爭取民主，面對北京嘅壓迫，面對北京嘅壓力。爭取國際社會的盟友支持是無可厚非，亦都是理所當然。很多人都會說美國人都不是真心撐香港，他們說一套做一套，或者會說他們都不是真心相信。我都只能夠說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最關鍵的是，如果香港面對著北京的打壓，現在解放軍都直接在這個的中國大陸邊境集結的時候，我們有更加多不論來自東方還是西方國家的盟友支持，將會讓到香港人在未來幾個月的抗爭絕對不會孤單。咁資方咧，其實好清晰咁樣講咗一條2019年版本嘅人權民主法案咧，點樣幫到呢個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嘅地位？佢都指出咗咧，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咧，連結世界上任何一個自由陣營嘅國家咧，係理所當然嘅。咁我相信去到呢一度咧，大家其實都好清晰人權民主法案啊，係一個點樣嘅一回事。去到最後啦，想問一下三位嘉賓有啲乜嘢嘢想同香港人講咧？可能先由練 Sir 啊。我想講一樣嘢，其實係向住香港嘅商界喊話。今次反送中呢個運動最大嘅得益者，第一個得益者就係香港嘅商界。呢個咁嘅運動，呢個咁嘅草案一拋出嚟嘅時候咧，商界嗰個反響係相當強烈嘅。但是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大家都明白他們收了聲。不過不要緊，我們的民主運動呢繼續向前，香港的後生仔起曬出來在前面即是對抗這個政權，要求他們將這個法案即是收起它。其實他已經是爭取到將這個法案呢是凍結的。但是呢，我哋可以睇得出咧，即係商界作為最大嘅得益者咧，佢哋喺之後咧係收咗聲，而且喺中聯辦、港澳辦嘅吹雞之下咧，就竟然都出聲明啊等等啦，嚟去反對呢個運動。咁實際上佢哋嘅做法咧係相當令人齒冷嘅。
咁但係我哋或者可以都可以話，好，就算咁都原諒你，因為你咧係俾中國共產黨中香港政府強迫嘅。咁但係我哋覺得你就咁樣就低頭，就咁樣擰轉身嚟打壓呢個運動，幫即係做呢個運動嘅幫兇。咁嘅時候咧，你哋係對唔住呢個運動啊！你哋係食緊人血饅頭，所以我哋希望香港嘅商界稍為有良知嘅人士，就算唔能夠公開支持呢個運動，唔能夠喺香港支持呢個運動，我哋希望你哋盡量唔公開嘅情況底下，同埋盡量喺國際上，唔係喺香港嘅範圍入邊，喺國際上支持呢個運動。呢啲嘢咧係你哋完全可以做得到嘅。如果你哋連呢啲都做唔到嘅話咧，就真係狼心狗肺。香港嘅人咧，絕對唔會原諒你哋嘅。其實我哋今日我好開心見到而家嘅學生重新注重我哋香港同國際繼續溝通。建立關係，我哋喺中英談判嘅時候，其實我哋呢一代人係非常之注重國際關係嘅。喺嗰個年代，我哋不停咁樣喺倫敦去見議員、去見官員，以至到中英聯合出嚟嘅時候，我自己都唔知道去過幾多次。到臨近97嘅時候，全個世界係嚟睇香港。那個主權的移交是怎樣證明香港是有全世界舉足輕重的地位的。跟著所有的重要的香港事務，我們都是完全是越馬不停蹄地向每一個地方，去美國、去英國、去歐洲，去周圍去講關於香港的故事。所以我好高興見到呢一代嘅年輕人繼續去全世界講香港嘅故事。國際視野對香港係好重要嘅。今次反送中係邊個闖出嚟嘅大禍啊？就係一個冇國際視野，只知道咧喺國家領導人面前著弱嘅一個行政長官。他是繼續是沒有這個國際視野，是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的。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人的頭腦，因為已經太遲了。但是我們希望我們這一代人是重新是有這樣的頭腦，不要怕被人家說你不要將香港問題國際化。為什麼我們經常都有這麼多警告叫我們不要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因為唯有我們信納了真的不要去國際的時候，香港就會完完全全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牽制。所以我們一定要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因為香港就是國際，國際就是香港。香港問題本身就是國際問題，中英聯合聲明的出現，以至到一國兩制的存在，到今日在強權之下，國際社會繼續關注香港，都是因為香港是在國際社會之間擁有的獨特定位。雨傘運動之後，記得在與主權移交20年的時候，很多人以至到外國的政客或者記者都成日會問我，香港經過14年的抗爭之後，好像再沒有人出來了，甚至大家對於國際的關注越來越少，亦都未必再想將香港的問題帶去國際社會。我當時答親每一個記者都是答一個的講法， I've no hope towards the regime but hope towards the people。 而事實亦都證明了，香港人在今日，我們有數以千計的人聚集在遮打花園這裡，去清楚說明
我哋支持香港人权民主法，我哋支持国际社会系继续关注香港问题，就说明咗其实香港人我哋有一个好独特嘅身份，就系、是、香港人我哋好多都系有只一本护照，亦都只有一个身份。无论系海外留学，定系喺主权移交前后嘅移民潮，以至到係喺呢幾年裏面，我哋見到好多嘅海外香港人相繼成立唔同嘅海外港人團體，係讓到國際社會係見到香港，讓國際社會知道香港人嘅意志。坦白講，當人去問到我點樣去形容香港嘅抗爭，讓到國際社會能夠明白，我經常都會話香港就係一場大衛與哥利亞嘅抗爭。我哋面对住北京，就等于上个世纪嘅东柏林面对极权之下嗰种不屈不挠嘅意志。所以希望喺未来嘅日子，我哋继续让国际社会向看见香港，我哋继续让国际社会嘅人知道，香港喺六月嘅时候有 25% 嘅人口系走出嚟抗争，呢一个可以话系喺今个世纪里面应该都系相当罕有嘅例子。但香港人都做到嘅时候，我哋就要话俾世界听，当全世界向北京跪低，当全世界以商业经济利益凌驾人权自由，我们面对民主退潮的时候，香港人就是世界里面争取民主在极权之下最前沿抗争的人。多谢，多谢各位嘉宾的发言。我相信透过这个短短的论坛，大家都会明白，好像 Marvin 这样说，香港就属于国际，国际就是香港。希望大家记住今天的说话，多谢大家。香港加油。謝咁多位嘉賓嘅分享，我哋依家有請各位嘉賓去翻台後邊就座先。咁咧，另外咧，我哋有呢度有個宣佈，咁咧我哋台我哋後台嘅同事咧喺附近執到一個銀包，咁入邊咧就有一個警官會所嘅擁有人啦。咁佢就叫鄧景豪先生。咁咧麻煩你可以鄧先生，你可以咧去我哋後台度攞翻你嘅藏物。咁如果今晚我哋都你都未過嚟認領嘅話咧，我哋應該會將佢交去警局嘅，係啦。咁到時你再同警方去攞翻啦，係。咁接住落嚟咧，我哋仲邀請到咧，今次喺今次運動入邊，無論喺本地抗爭定係爭取國際關注上面都不遺餘力嘅歌手何韻詩小姐上嚟同我哋分享嘅。We are glad to have Ms. Dennis Ho, who has been sparing no effort to fight for Hong Kong throughout the movement. Dennis, please. Hello, hello, 大家好。咦，我要坐低啊嘛？哦，好。Hello, hello.喂，大家好。咁咧，我哋今日都好有幸去邀請到何韻詩小姐阿詩，咁咧同大家咧做一個分享嘅。咁想先問你第一個問題啦。咁就知道嗱，其實好多人都知嘅。你啱啱就去完可能 Oslo 啦，同埋去埋聯合國。大家俾到好嗱，咁都知道咧，你啱啱就去完奧斯陸啦，同埋啱啱去完聯合國。咁咧就去為咗香港咧去發言嘅。咁想問下你可唔可以簡單分享一下？你嗰次嘅旅程有啲咩難忘嘅經驗啦，同埋啲乜嘢嘅成果？因為大家都知道今晚嘅集會係呼籲全世界，尤其英美兩國去關注香港嘅。咁你覺得你啱啱嗰個嘅旅途入面有啲咩同大家分享呢？其實我諗我企喺呢度咧，作為一個唔係即係一個好喺政治入面本身。唔喺嗰個環境度出嚟嘅一個人啦。其實我諗我係同好多在座嘅朋友一樣嘅，即係
怎樣去用自己的身位，我們怎樣去在一個我們未必是那麼熟習的環境裡面去發聲呢？在聯合國的這一次，其實即是很老實說，我都不是很熟習 那種的發言啦。咁變咗去做呢一啲嘅工作嘅時候，其實只能夠用一個我呢一個身份我去認知呢一個香港，去將呢一件事去帶俾呢一個國際嘅平台入面嘅一啲人嘅關注啦。咁我自己最深嘅一個體會呢，就係、是、正正就係呢一個人嘅力量。包括在 UN 也好，或者在 Oslo， 其實我在這個過程裡面我認識了很多一些其他 國家其他地方的一些 activist。 在這件事裡面，我是會感覺到，咦，原來其實香港我們去面對的這一個我們覺得好像只是我們跟中國大陸的一個問題，其實並不是的、我們其實全部包括我們這裡，或者是台灣也好，或者是其他很多不同地方，例如澳洲啊、歐洲很多其他的地方，其實大家都是面對著同樣的一個極權，同樣的一些問題。所以我想我們知道要去，其實我收到你們邀請的時候呢，我是覺得非常之好，因為正正就是有一些的學生，有一些的不同的自己的組織，去發揮自己的一個力量，在這件事裡面，在這件事裡面，其實我們是可以去用自己的一個方法，去將我們即是自己這個的力量去發放出去，大聲一點，要話好難喎，係咩？好啦，喂 ，Hi， 聽唔聽到啊 ？Yo， 係，可能我講嘢唔夠大聲，係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其實就係我哋當我哋係一個咁極權嘅環境，而嗰個環境唔單止係一個國家，而係觸犯到好多唔同地方，我哋都同樣係面對同樣嘅一個問題嘅時候，而我哋去爭取一個關注嘅同時，我哋係咪可以用人嘅力量，我哋去連結其他地方嘅其他人呢？即係等於我哋今日見到喺澳洲，亦都有一啲嘅學生，佢哋企出嚟去為香港發聲。咁呢一樣嘢，即係當然喺嗰個過程入面，其實佢哋亦都會遇到好多嘅困難啦，佢哋會遇到好多嘅阻撓。但係正正就係我哋去用我哋每一個人嘅力量，即使我哋唔係咁認識呢一樣嘢，我哋都用我哋最叻嘅東西去做我哋可以做嘅嘢。其實正正就係呢一次我哋呢個運動最美麗嘅地方，包括學生又好，或者在同一個地方，我們有見證過公務員，我們有見證過一些媽媽的團體，他們也都不是那麼懂得去做這件事，但是我們都不理了，即是做了，我們去用我們的聲音去發了一個聲，其實它會互相去影響到。所以在我想我在未來，其實我即將星期一我會去一個，也都是去另一個 talk，在美國，跟住嚟緊喺其他嘅下個月亦都會去到澳洲啊、倫敦啊，甚至係Armenia 一啲即大家唔係好熟悉嘅地方。咁即我諗我可以做到嘅，其實正正就係去將香港我哋呢一個情況去話俾呢啲所有不同地方他們同樣經歷一件事的人聽，而希望從而去有一個連接。我始終都是相信人民就是一個最大的力量，面對極權，面對很多政府他們是沒有辦法去為人民發聲的時候，其實就是人民要走出來的時候。什麼哦，唔係，得，好，咁啱啱阿師都講咗好多關於即係全世界其實面對一個極權
或者面對一個極權中國咧，其實都係全世界要面對嘅一個問題。咁所以唔單止香港嘅人民，而係全世界嘅人民咧，其實都要係互相連結啦，咁可以聚集一個更大嘅力量。咁但係依然可能會有好多人會質疑，就係話咁，但係其實香港作為一個彈丸之地，外國係咪真係咁關心香港咧？外國係咪真係會理會香港咧？咁我想問一下阿師啦，咁根據你嘅出訪嘅經驗，你覺得外國係咪真係咁關心香港？我諗其實即係首先我哋要明白，就係每一個地方我哋都有自己嘅問題啦。咁當然你話去到澳洲或者去到英國，去到其他地方，佢哋係咪一定會將香港嘅事情擺到第一位？咁係好難嘅。咁不過我會認為其實我哋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我哋面對緊嘅係一個好共同嘅問題啦，即係喺人民嘅角度，我哋係面對緊好多極權嘅打壓，而嗰個嘅力量係將好多人權啦，或者一啲基本嘅自由、基本嘅呢啲我哋應該擁有嘅平等嘅東西，佢係將佢打壓咗。咁我諗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其實我見到嘅就係有好多人佢哋係關注香港，即係咦有一啲事情發生過，咁但係佢會唔會齋憑呢一樣嘢，佢就會覺得我要為香港做一樣嘢咧，係未必嘅。不過當你可以話俾佢聽過，其實呢一件事唔係淨係觸犯到香港同埋中國之間嘅一啲事情，而係佢係同大家你哋即係一個 global 嘅一個問題嚟嘅。對於我哋成全世界，當我哋全部一啲民主嘅國家，其實佢哋都係去嘗試去推進緊我哋嘅人權嘅時候，有一個咁強嘅國家，佢係漠視人權啦，漠視一啲佢哋曾經簽署過嘅中英聯合聲明，一啲咁重要嘅喺聯合國係有 document 到嘅一啲文件嘅時候，咁我哋係咪能夠容許呢一件事繼續去發生呢？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諗我自己會去一個取態，就係我會去嘗試去令佢哋去明白，其實呢一個唔係單單香港自己面對緊嘅一個問題嚟嘅。咁而我諗香港人亦都要明白呢一樣嘢，就係我哋其實係同好多人係喺呢一個理念上面，我哋係連埋一齊嘅。咁其實阿師都講咗一樣嘢好緊要，就係我哋喺呢個全球村嘅底下咧，每一個人咧都係一個命運共同體嚟嘅。咁但有最後一樣嘢想問阿師，就係咁，但係呢一場運動自六月到而家，大家都知道係一場冇大台、冇領導、冇呢個領袖嘅一個運動嚟。咁國際戰線好重要，大家都應該會同意。但係作為一個普通嘅一個示威者、普通嘅市民，點樣喺呢場運動入面，可能都幫手喺國際戰線上打通佢咧？其實正正就係你哋做緊嗰樣嘢咯，即係你哋去諗到嗰樣嘢，雖然嗰樣嘢好似好渺茫，但係你照樣去發動咗先去行咗第一步，跟住慢慢去喺嗰個過程入面再去去進化，或者再去揾一啲新嘅方法。咁呢個我諗就係我哋今次呢個運動，即係一個所謂好 decentralized 嘅一個喺世界上面其實係從來冇見過嘅一個咁樣嘅運動啦，正正就係因為冇所謂嘅大台，我哋每一個人其實我哋都可以去自己去發動一啲事情，而嗰樣嘢其實就係令到呢件事佢可以好流動，佢可以好快速，亦都好好唔使話我哋要去等好多人去同意先至去做一件事。咁嗰個我覺得就係我哋可以做嘅嘢咯嚇。咁至於你話其實行即係個運動行到嚟呢一步，當然我哋係面對緊好多嘅問題，好多嘅困難啦。咁所以即係我估我哋係要去認清楚，就係所謂嘅decentralized 嘅一個 movement， 唔代表係我哋自己就散收收自己好孤獨地去做，而係將我哋身邊有同樣信念嘅人，我哋去自己去一齊聯結去發動一啲嘢，嗰、那個係唔需要話你係一啲咩嘅專業人士，你係一啲即係喺呢一方面好有經驗嘅人。正正就係我哋冇經驗，我哋肯去試，我哋肯去學習，咁嗰樣嘢先至會有一個喺全世界嘅運動入邊未有見過嘅情況出嚟，同埋我哋先可以揾到一啲之前嘅人未諗到過嘅一啲出路咯。
尤其我覺得呢一場運動演變到而家冇大台，但唔代表咧我哋係冇組織嘅。我哋其實香港人自六月到而家嗰個堅毅啦，我哋每一個人自發而凝聚嘅行動咧，其實都相當強而有力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啱啱好似頭先論壇咁講，唔可以咁講，佢話香港係國際嘅，國際就係香港。我覺得咧應該再改一改個講法，香港人就係國際，國際就喺香港入面體現出嚟。冇錯冇錯。咁今日咧就係同呢個阿師嘅一個嘅簡單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先啦。咁首先好多謝阿師嘅出席，多謝。Thank you。大家加油。我哋好多謝何韻詩小姐嘅分享。咁除咗今日在場嘅嘉賓，到咗現場嘅嘉賓之後咧，我哋仲邀請到英國國會議員 Tom Watson 嘅發言。佢會聲援香港嘅。Thank you, Dennis. Other than our Hong Kong guests, we have also invited members of the Parliament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to say a few words to us. The person had been pinned to the ground and was really seriously injured.Hello, Hong Kongers. I apologise that I cannot be with you in person today.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Stand With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Higher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legation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speak. Many of you have taken part in peaceful protests in defence of your fundamental freedoms. As a British parliamentarian watching the news and the images emerging from social media, I feel in awe of the courage, unity of purpose,and capacity to collectively organise that you have displayed. I can hardly begin to imagine the fear you must feel, and I can only say that I admire your bravery and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your freedoms and your way of life. As the Deputy Leader of the UK Labour Party, the message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is this. We stand by your side and support you in your defence of the rule of law,fundamental freedom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appear to be failing in their duty to protect the public. As Amnesty International have said, the policing tactics being used against the protesters have fallen sh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there is alarming evidence suggesting the misuse of tear gas and rubber bullets. Aside from the escalating tensions between protesters and police,We must also acknowledge the slower erosion of the institutions that were intended to uphold the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in Hong Kong. The latest attempt by the Hong Kong executive to introduce an extradition bill is yet another sign that freedom in Hong Kong faces a very real challenge. If passed, the extradition bill will expose Hong Kongers, as well as anyone who travels to Hong Kong, to the dangerthat they will be tried in a Chinese court and sent to a Chinese jail. This slow erosion of your freedoms is precisely what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was supposed to avoid. When Britain signed that agreement in 1984, we did so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China could hold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The extradition bill clearly breaches that understanding and starts to align Hong Kong's legal system with that of China. This is not acceptable. Britain has a unique relationship with Hong Kong, where Chinese officials called the Sino-British Declaration an historical document with no relevance to the modern day. They are wrong. The UK must not sit idly by as Hong Kongers lose their rights and freedoms.I want to se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tart to show direct moral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o begin to scope out the steps it can take with Chinese officials and state corporations to apply pressure. Will we be a bastion for human rights or will we let down those who are crying out for support? I very much hope we choose the right path. Thank you.Oh.
接住落嚟，我哋亦都会代表读出另一位英国议员 Heidi Allen 嘅信息。Other than our home, thank you, Tom Watson. And next, we will read it, and we will read a message from another member of the Parliament, Heidi Allen.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talk to you today. As you know, Britain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 crisis of its own, with the prospect of a no-deal Brexit now facing our country as a very real possibility. This issue has divided our attention for more than 5 years now, taking up much of our energy and distracting us from important issues around the world. But Brexit cannot be an excuse for neglecting our friends on the world stage and forgetting about our values. Hong Kong and Britain have a uniqu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In 1984, we made a promise to Hong Kong that we would make sure that the way of life,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freedom and rights that Hong Kongers had come to enjoy under British rule would be protected for 50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e hangover. That promise must be honored. Britain is supposed to be a global champion for human rights,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ese are the essential values that underpin our society, but we will be judged by our actions, not our works. Hong Kong represents a challenge to the identity of modern-day Britain. It is a chance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are a country that will truly step in and step up for our values and defend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ur human beings, which is urgently needed. What is happening now in Hong Kong is a truly human rights crisis in the that makes Britain must do all in its powers to support Hong Kongers in their bid to prevent the extradition bill being passed and to ensure that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is upheld, as agreed in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We mustn't allow China to us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bully us into submission and relinquish our responsibilities. We have a moral obligation to Hong Kong to defend you against the encroachment of Beijing. And that is why I suggested Hong Kongers in their demand that Britain starts to think about how to leverage sanctions as a mechanism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in Hong Kong. Thank you to the organization Stand With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Higher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legation. I stand with you, Hong Kong. 接住落嚟，我哋邀请到前民族党嘅召集人陈浩天先生作为分享。我哋有请陈浩天先生。Following, we have Mr. Chen Ho Tin, former convener of the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to say a few words to us. Mr. Chen, please.大家晚安，各位香港人大家好。都有少少緊張，因為呢一刻我覺得我哋香港生活喺生存喺呢一個危急存亡嘅關頭，所以可能我講嘅一句説話都有好大嘅影響。咁講得唔好，大家唔好割席。我哋呢場運動其實行到今時今日，點解仲會有咁大嘅能量、咁大嘅 momentum？ 點解仲有咁強嘅自我修正能力？正正就係因為大家不割席。不分化，如果我哋開始咗第一次嘅割席，我哋認定可能某一小部分人佢哋唔係我哋嘅人嘅話，咁好有可能我哋就會繼續割落去，割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成個運動就會散。所以我好多謝大家冇對住我呢個咁嘅激進分子去割席。因為我就原先是參加一個 panel 啦，咁但係後屘改咗我哋而家獨自講嘢，咁所以我就變成一個可能分享。咁以一個過來人嘅身份啦，2014年我本來仲係一個好普通嘅一個香港大學生，就係掛住食玩瞓，對於政治時事完全唔識。你問我啊，識啲邊政治人物，我即識長毛啦、鬱敏啦、冇啦咁樣。咁但係928係我第一次出嚟，因為927咧第一次出嚟參與社會運動。在這場運動裏面，即是在雨傘運動裏面，我第一件事為什麼出來，就是因為我覺得我是香港人，你們現在是蝦緊我們香港人，所以我要出來。第二就是為了自由。那當時我們去佔領，我一直都以為我們其實是問香港政府去拿民主、拿普選，我覺得很簡單，我們這麼多人走出來，你應該是要給普選我們的嘛。但是一路佔領
半個月、一個月、個半月、兩個月都是這樣下去的時候，香港政府從來都沒有回應過我們的訴求。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因為終極原因就在中國政府上面。所以由那時候我就開始萌生香港獨立這個念頭，因為我覺得我們沒有民主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為什麼我們不跟中國去劃清關係，我們脫離關係，我們香港人就會有民主。所以我就是這樣走上這條本土派的路。我在這裡很想分享一下、我作為本土派、對於這個世界怎樣看法，即是我們的世界觀，讓大家可以明白一下、本土派的想法。第一件事是我們怎樣去看香港人，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出來反抗的原因。而第二，我們怎樣看香港的角色的地位，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去反抗，為什麼我們有籌碼去反抗。而第三，我們去怎樣看這個世界的政治，這個世界的大潮流。正正是因為這個世界大潮流，所以我們的反抗是有意思，我們是會贏。那我回去講回我們怎麼看香港人先。我們本土派認為香港是一個主體，我們香港人是一個民族，我們有自己的語言，我們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歷史共同經歷，有自己的生活習慣，有我們的信仰。所以我們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就好像韓國人、日本人、台灣人、中國人一樣，我們都是人，但我們是平等的。而中國它不斷是以一個中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來壓迫我們，說我們就是中國人。這個其實就是它統治中國這麼大疆土的最大武器，就是逼你們每一個人成為中國人。你們是中國人就自然要被中國統治，但是我不認同，因為我們不是種族主義。它說我們是黃皮膚、黑眼睛、黑頭髮，我們就是中國人。那日本人呢？韓國人呢？在今次這一場時代革命裡面，我們自己很清楚，這個世界都看得很清楚，我們香港人就不是中國人。我們香港人和中國人是完全兩種的人。我們信仰的價值、我們的、思維、我們的辦事方式、我們的信仰，各樣東西足足是足以告訴大家聽，全世界聽，我們自己聽，我們是香港人，我們不是中國人。這個正正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出來反抗，或者是這個我們本土派的最大動力。前線的手足，我相信為什麼他們能夠去擋子彈，你猜他們不害怕嗎？大家都很害怕，但是害怕都好，我們都是要做，這個才是勇氣。但這個勇氣在哪裡來呢？正正是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是香港人，我們不甘心被其他人去欺壓。我們都是人，中國人是人，香港人是人，為什麼香港人是要被中國人統治呢？為什麼香港人是要被中國人去蝦呢？這樣公平嗎？你們甘不甘心嗎？我不甘心。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出來反抗。第二，就是我們本土派怎樣去看香港的角色和地位。香港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我們是處於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間的夾縫。在香港這170年的歷史以來，我們其實經歷了很多其他外國勢力的介入，很多大國的政治，香港從來都是國際政治鬥爭的場所，所以我們不覺得有所謂的外國勢力在這裡是很出奇。170年前我們由大清帝國去到大英帝國，之後有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去到美國，今時今日一直以來都有很多不同的國家在香港有他們的利益，輪流是想操控香港，而其他的勢力亦都會在香港去制衡他們的勢力，就好像現在今時今日見到中國、英國和美國在香港的一個影響力一樣。而在我們的角度來看，香港是一個主體，我們才是最重要，我們香港人才是個主角最重要。所以當一方勢力太強大的時候，好像中國那樣，我們很自然是應該是要找其他國家的勢力去制衡它，為的就是為了保護我們香港人的安全和自由，做好我們的利益。而中國就經常都說我們香港已經不重要了，我們的 GDP、佔中國本來由幾十個%現在跌到只剩3%左右，我們已經不重要。但是我們本土派非常清楚，我們香港的重要性並不是由 GDP 上面反映出來的，我們香港是佔了中國的外來
即係 FDI 呢個外來直接投資係七成嘅以上。中國有幾多嘅公司企業係喺香港度上市呢？而好多佢哋嘅高官貴人，佢哋都係要喺香港度做走資，即係話佢哋賺咗人民幣之後嚟香港買一啲港元嘅資產，再換成一啲美元嘅資產，咁樣先至安全噶嘛。即係人民幣你隨時變咗廢紙係咪？即係好危險噶嘛。所以香港依然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窗口，對於中國嚟講，而世界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勢力，其實喺香港亦都有佢嘅利益所在。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睇小自己，我哋其實有好重要嘅角色喺呢個世界上，而中國亦都唔係好似佢咁講，我哋係完全唔重要。佢曾經嘗試以深圳、以上海嚟取代香港，咁但係大家有目共睹啦。事實上就係證明佢哋係唔得，香港係不能被取代。所以你話出解放軍咩？我哋本土派其實未驚過嘅。你夠膽你咪出咯！你出解放軍係削，大家聽到啦，係咪啊？我哋都唔驚嘅，即係因為咧，佢出解放軍嘅話，佢可以。有翻聲，有翻聲，唔好意思啊！如果出解放軍嘅話，佢可以殺我哋一百個人，佢可以殺敵一百，但係自損一千。佢夠膽，佢咪出解放軍咯？大家攬炒咯，大家好清楚噶。你出解放軍，我咪幫你瞓覺咯。唔通你日日出啊？係咪先？你出解放軍都解決唔到個問題，唔通你殺曬成個城市嘅人咩？冇可能。而我哋香港人。其實出曬名係成亞洲最難纏、最麻煩、最難搞嘅人㗎啦。即係雖然我哋唔打得，但係我哋好煩，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哋未驚過。咁有人問我：如果真係出解放軍就點呢？其實我哋可能而家已經打緊解放軍啦，係咪先？大家已經見到有武警混咗入嚟，有解放軍隨時都係混咗入嚟。呢樣嘢係唔出奇，但我哋香港人係唔驚呢樣嘢，因為我哋知道。我哋有籌碼喺手，我哋香港對於中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有咩事嘅，咪攬炒咯。呢個就係本土派對於香港嘅睇法。點解我哋可以反抗？點解我哋有籌碼？而第三樣嘢就係我哋本土派點樣去睇呢個世界嘅潮流，呢、這個世界嘅政局呢？其實我哋由即係兩三年前開始已經見到成個世界個風向其實係轉緊。是開始去圍堵中國，而家世界是主要分成兩個大的陣營。第一個陣營就是以中國為首的極權陣營，極權世界。第二個陣營就是以歐美世界為主的自由世界。香港正正就是處於在這個鐵幕的邊緣，同一時間亦在這個自由世界的最前線，所以我們是在中間。我們香港人是需要去歸邊，咁但係即係喺過往呢兩個月，其實對於呢個世界係好清楚，我哋香港人係已經歸咗邊，我哋已經作出咗選擇，喺極權同埋自由，我哋選擇咗自由，大家話係咪啊？所以自由世界，我哋係你嘅其中一員，而且係喺最前線，你哋係唔能夠去背叛我哋，去背棄我哋，因為我哋係盟友。希望大家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小自己。如果未来真的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我们香港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触发点。所以我是说真的，我真的是说真的，大家可以笑，但如果真的可能不中，我不希望中，真的我不希望有这个世界大战。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哋可以去抗爭，點解我哋抗爭係有意思？因為世界已經分成兩個陣營，而我哋係選擇咗自由嗰邊，自由世界係會支持我哋嘅。我認為，咁當然啦，即係自由世界佢都唔會，即係其他國家佢唔會冒然去即係去幫你，佢冇原因佢唔會幫你。但係喺而家嘅情況，我哋嘅意識形態、我哋嘅價值觀、我哋嘅利益、我哋嘅共同記憶。我哋有一個共同嘅敵人，我哋係完全一致，所以我係好有信心，自由世界係會去幫助我哋。所以基於以上嘅原因，呢三點咧，
我哋本土派由三年由兩年前左右啦，即係我自己就走咗上去美令嗰度去抗議啦。兩年前就遞信係話去取消香港政策法。咁當其時大家都即係覺得唔係一回事啦。咁我都得五個人遊行上去，咁但係警察有成100個圍住我哋咁樣。咁即係多謝佢哋幫手做下勢啦。咁然後去到上年，原來又係八月，有人提一提我。上年我係去咗呢個外國記者會去講嘢。咁當其時都係講話美國係應該去制裁香港。咁當其時係譁然啦。咁所以從呢一度見到，我哋係踢中咗香港政府嘅一個軟肋啦，即係講得石中咗佢一個地方啦，係啦。咁而我哋即係點解要做呢樣嘢咧？點解話要呼籲去制裁香港咧？兩個原因，一就係我哋與中國人恃與為伍，我哋俾中國人去壓迫，被中國去殖民，然後利用我哋成為白手套，我唔甘心咯。即係點解我哋要成為你嘅工具？我哋俾你欺壓，俾你打，就要成為工具，做臭我哋香港人個名。所以我呼籲世界制裁香港。我哋唔可以被中國利用我哋成為白手套，即使我哋攞唔到香港呢個地方嘅控制權，你哋都唔可以，你哋都唔可以利用香港。第二點就係點解我哋受苦，你唔使受苦啊？點解？冇錯，我份稿正正就係寫第二點，點解我哋係要制裁香港，就係要攬炒？點解我哋咁辛苦？點解我哋要受苦？點解你哋唔使受苦？公平咩？係咪先？喂，我哋排工，我排幾多年都冇。喂，我哋又上流唔到，係咪先？我哋要生存空間，我哋只係好基本嘅生存空間。點解我哋都冇？點解我哋要受苦？睇下我哋嘅手足，我哋嘅同胞點解要俾人打到頭破血流、打斷門牙，要俾人哋侮辱？我哋嘅年輕人點解要受啲咁樣嘅苦？所以我唔甘心。點解我哋要受苦？你唔使，一齊受苦。我哋落地獄，你一齊落地獄。我哋落地獄受最痛的果嘅時候，你都要受最痛的果。我哋無一幸免，我哋全香港一定，你一定要俾自由我哋。你唔俾自由我哋，我哋就同你攬炒。咁然後我就總結一下啦，即係我哋香港人咧，等陣先撳翻出嚟先，太激動我已經撳到個掣亂咗，其實係啦。總結一下，我哋香港人其實喺呢個世界上可以話係一個最不幸嘅民族。而且係，但係同一時間亦係一個最幸運嘅民族。我哋不幸嘅位係，我哋要生活喺21世紀嘅一個法西斯政權嘅旁邊。喺唔明點解到21世紀，仲有一個咁大嘅共產國家可以存在21世紀，我哋就正正生活喺佢嘅邊緣。我哋要受佢嘅殖民，受佢嘅壓迫。但係幸運嘅係，我哋都係活喺自由世界嘅最前方。我哋係最前線，我哋有一個百年難得嘅機遇去爭取自由。我哋亦都被賦予，我哋被呢個時代揀選咗，去成為對抗呢個21世紀最大獨裁政權嘅一個關鍵嘅最前線。呢個係我哋嘅幸運，我哋係有機會去創造歷史。呢個就係我哋嘅幸運，我哋要好好把握。雖然我哋會流血，雖然我哋會受傷，雖然會被捕，我哋有好多犧牲。但是这个是我们唯一得到自由和尊严的机会，是百年难得的机遇。大家，你们愿不愿意放弃？我不甘心。我们已经闻到自由的味道，你问我我们是不是会赢，我答你其实是，我觉得是大机会。我们已经闻到自由的味道，起码每一次我们上前线去挡子弹、挡警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的思想是自由，我们的行为是自由。虽然面对打压，但那一刻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希望我们能够一直自由下去。各位香港人，去到最后，我知道大家可能已经很累、很气馁，但是我们是没有选择，我们不能够输，我们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一输我哋就永不翻身。
希望我哋有一日真係能夠所有人都除低口罩，互相擁抱。最重要嘅係，我哋唔需要再見到我哋嘅手足同胞去被殘害。我唔想再見到人流血，唔想再見到有人受傷。我哋一齊努力，我哋要建立一個美麗又自由嘅新香港，係一個屬於香港人嘅香港。大家加油！多謝大家。多謝陳道天先生。Thank you, Mr. Chan。除了今天到場的朋友，我們還有一班在身在異地的香港人拍了片支持我們，希望鼓勵香港人繼續抗爭，那我們細心欣賞。 For the second session, we are honored to have friends who are now in foreign countries to say a few words. Please pay attention.間都冇機會公開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感受同諗法，咁所以今次好多謝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就邀請我拍條短片同大家講幾句。咁過去一段時間，我都有一個感受，就係覺得自己好似同時間生活喺兩個平行時空。喺歐洲呢邊，因為暑假，大家都好興高采烈咁樣去討論去邊度玩，完咗暑假之後打算做啲咩。咁但係另一邊廂，每一日當我起身打開個電話睇香港嘅新聞，又或者係同香港嘅朋友傾偈，我都感受到香港社會係瀰漫住一股非常之絕望灰暗嘅氣氛。當我見到歐洲嘅年輕人，他們是很有希望地去計劃自己的未來和人生，而香港的年輕人，他們是用自己的未來和人生去換取些少的希望，我就感到非常之無奈，亦都是很痛心。去到六月的時候，這兩個平行時空出現重疊，因為國際媒體廣泛地報導香港的示威，西方社會對於香港的事情十分之有興趣。我想跟大家說，香港人，你們真是世界級。在遊行裡面，大家自動自覺讓路給白車，是展示了香港人世界級的公民質素。大家去到機場向遊客陳述香港的問題，亦都是去到尖沙咀和中國的遊客輸出革命，是展示了香港人世界級的創意及策略。面對著極權政府的打壓，面對著警察過分的武力，這麼多位示威者仍然是無畏無懼走上街頭，勇於去對抗，是展示了香港人世界級的勇氣。正是因為這三點，我已經可以跟大家說，香港人，我們是不需要絕望。在過去一段時間，每一次當我跟外國的朋友談起香港，我都會大多數他們都會答我，香港人不就是有錢的中國人咯。每一次聽到我都會很硬，然後花一段時間去跟他們解釋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分別。我很有信心，經過了這個夏天，我不再需要跟任何人解釋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分別，因為大家已經很清晰地展示出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香港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而亦都因为这个夏天一连串的活动，西方社会已经意识到香港对于自由世界的重要性。香港是站在对抗极权政府的最前线。若然中国政府就这样吞没了香港而没有任何后果的话，是会鼓励了其他极权政府去继续他们的极权统治，甚至乎去令部分半民主自由的国家转向极权。所以打救世界这个重要，因为香港人在自由世界发挥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其实我们香港人是需要不断持续地去令到国际社会在香港的问题上面去发挥他们的角色。例如美国国会推出的香港民主人权法案，若然这条法案一旦通过了的话，香港政府以及中国政府的人，他们就要面对打压香港人权、民主、自由所带来的后果。而且其他西方国家，例如欧盟、英国、澳洲，他们亦都可以仿效美国去推出香港民主人权法案，从而去制造更大的压力给香港和中国政府。我希望这么多位香港人可以在每一条战线继续坚守，继续奋斗。我有一个梦想，希望可以有一天回来属于香港人的香港，去到煲底和这么多位手足除低口罩，互相认同。光复香港是一场属于每个新时代香港人的革命。这么多位香港人，加油！我是七月一号当晚其中一个重要的立法会的创新者。我首先在这里多谢主办单位举办今次的国际联结集会，并且邀请我去发言。请大家原谅我暂时没办法和各位站在最前线的抗争，但我都有些说话想和大家分享。六月初我仍然身在美国，埋首在自己的学业，但是当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几十万人上街，催泪弹横飞，甚至警察又向示威者开枪的时候，我每时每刻都对着手机或者电脑屏幕，紧贴着所有的即时报道。我看着很多十六、十七岁的年轻人在烟雾之间被警察追捕、扭打，想象着他们心里面那种恐惧和不安，亦都想象着他们原本可以享受很单纯的日子，就成日不自觉地激动流泪。心里面恨不得可以很快地回到香港参与这场的运动。回到六月中，当我真的回到香港的时候，一方面感到很兴奋，另一方面体会到的是因为多名的义士先后以生命去控诉这个政权，抗争者中间弥漫着的一片悲愤。这一种悲愤在7月1号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去到爆发。当日我一直在立法会外观察着抗争者奋不顾身地去撞击玻璃门。对于经历过雨伞运动里面公民社会分裂的我，最令我惊讶的是其他围观的示威者虽然神色凝重，却是一直为前线的抗争者送物资、呐喊、打气。我想当中的原因是
即使示威者未必百分百能够认同冲击，他是因为一起经历过政权的不义、警察的冷暴、二世离世所带来的创伤，他们能够想象到前线抗争者那种的悲愤和绝望。至于当晚在立法会会议厅里面发生的事，我就觉得不需要在这里再详谈。虽然我自己前途未卜，但是若果要我在个人安危和延续运动之间去选择，好像很多比我更加勇敢的抗争者一样，我会选择后者。事后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他们没办法想象我现在所面对的心情和压力。其实我有时想，我们面对的情况或者没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我们决定在踏上这条抗争路的时候，就注定被这个城市到放逐唾弃。每一位的抗争者其实都承受着家人的不谅解、朋友的疏离、建制支持者的指骂。明明身处在同一个地方，感觉却好像活在平行时空，对这个原本以为熟悉的城市感到陌生。虽然地域界限有时真的会产生一种异离感，但是正正活在城市的当中，却更加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异乡人。所以你和我或者都会想象到彼此所经历的那种的困苦。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共同体的真义。所谓的共同体，其实就是能够想象他人痛苦并甘愿彼此分担的群体。有句口号反映到这个意思，我愿意为你上前线挡子弹，你愿意罢工吗？实情是，其实前线没有义务为你我去挡子弹，你都没有必要为他们去罢工。但是唯有当我们将他人所受的痛苦视之为自己的痛苦，他人所作出的牺牲视之为是为自己而作的牺牲，并且将每一场的抗争都看作是对前人所付出的肯定和追认，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够成立。所以香港人这个集体身份其实是活在我们心的，以及在我们每一次的抗争、每一次的实践当中。即使同戴口罩的抗争者素未谋面，我们亦都视之为手足；即使同被告席上的义士非亲非故，我们亦都可以称之为家人。他们牺牲的血汗、自由和生命都会化成养分，滋润这个以苦难去建成的共同体。只要我们一日坚守着这份想象他人痛苦、甘愿彼此分担的心，香港人这个共同体就不会受地域或者历史时间的束缚。就好像数以万计的海外港人多次动员去声援香港的抗争，就证明了这一点。相较之下，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想象力匮乏的暴力政权。他们没办法想象年轻人竟然愿意为城市的未来去压上个人的前途，亦都没办法想象自由社会其实能够发挥这么庞大的自发性和组织能力。他们更加没办法想象人其实除了经济动物和权力奴隶之外，可以活得更加有理想和专业。他们所把持的就只有最赤裸的强权和暴力。他们以警力肆意打压示威者，纵容黑势力施暴，甚至威吓用军队去镇压人民，就证明了国家其实只是以合法性的名义去粉饰自己暴行的利益集团。在今次的运动当中，勇武抗争得到证明，它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长远来讲，要面对这个匮乏得只剩下暴力的政权，我们除了勇斗也都要靠自取。我们必须要比这个政权更加有想象力、创意和智慧。抗争者在反送中运动里面就展现了很多元的抗争策略。我们发动了占领街道、占领立法会、地区集会、专业团体集会、机场集会、罢工、连农场、国际文宣等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社会力量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带来动员和撼动政权的新契机。比如说公务员或者以地铁、航空业为首的公共运输业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加积极去寻找在我们城市运作当中
更多未被發掘的權力缺口，進一步去組織和動員。同樣道理，香港置身於中國和世界，其實亦都是環環相扣。故此，我們必須要理清香港的內外形勢，思考香港的獨特身位，尋找可借力的支點，拓展更加多的國際戰線。在我有幸兩次的外地留學的經歷當中，拓闊了自己對國際連結很多的想像。在法國留學的時候，認識了歷史上歐美等地的離散族群，如何在散落海外的時候，仍然透過組織、動員、政策遊說去影響母國的政治。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我亦都親身認識了很多台裔和博裔的美國人，他們多年的組織、建立網絡、遊說華府的工作，以及他們新一代的年輕領袖是如何積極投入各地的組織和運動。原來連結國際不代表要放棄自己的身份認同，反而是更加能夠促進本土的政治發展。世界很大，有很多值得香港去學習的案例，亦都正正是因為世界很大，香港人在連結國際的工作上仍然是非常薄弱，有很多地方需要我們努力，包括向國際媒體和國際組織去展述香港的情況，組織和動員海外的香港人，建立各地和非政府組織的交流網絡，向各國政府倡議保障香港民主、人權、自由的法案和政策。而且所謂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將於2047年到期，故此我們必須要盡快將香港的議題全面上升為國際的議題。這次的集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起步，促使英國去落實對中英聯合聲明的監察工作，並且推動美國等地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立法工作。一方面，中國和各國的金融交流其實是受惠於香港作為一個獨立關稅區和離岸金融中心的地位，而這一種特殊的地位是建基於香港能夠維持和中國體制區隔的自治和對自由的保障。另一方面，世界有很多的民主國家均有向威權倒戈的跡象，人民開始對民主自由的理想失去信心。在這個時候，香港公民社會所展現的能量、韌性和對民主自由的渴求，就是為世界各地的民主政體和公民社會作出的重要貢獻和啟發。將香港放置在世界的脈絡去思考和提出倡議，是保障香港長遠的民主和自由重要的一步。今次的反送中運動已經揭露了這個城市最腐敗、最醜惡的一面，我們已經沒辦法回轉頭接受那一個以謊言堆砌出來、早已物負重生的所謂秩序。我們唯有直視這一切的荒謬，並以此為起點，分擔彼此的苦難，揭開暴力政權以和平、理性、法治所編成的遮醜布，開拓更加多的國際戰線和連結的工作。黑夜或者可以奪走我們眼中的光明，但是沒辦法熄滅我們心裡面的火種。我們心裡作難，卻不要絕望；四面受敵，卻不要被困住。就好像沒人預計到反送中運動能夠在雨傘的灰燼裡面爆發，我們對公義自由的渴求亦都不會停止，抗爭運動的星火終有一日會燎原。為此，我會與各位一路並肩作戰，香港人加油。Yeah!
價係啲咩你出嚟啊？你可能會被警察打，你可能會面對暴動嘅刑期，但你出嚟啦，因為我哋代表善良啊嘛。善良係一種選擇，我諗咁好多人喺呢一場運動入面更加體現咗，就係喺一個兩難嘅關卡，喺一個道德嘅抉擇面前，我哋真係選擇咗善良咯。而家係學界總結嘅發言，今晚嘅晚會已經去到尾聲。今晚嘅晚會，根據我哋初步估計嘅人數，係接近60,000人。今場運動冇大台，我哋香港人係一齊用一個個體嘅身份，每一個人一齊捉起一道又一道嘅人鏈，捉起一道又一道嘅牆。今日雞蛋我哋唔係冚石牆，今日我哋作為雞蛋，其實我哋嘅力量係可以無比堅定的。同一時間，我哋學界喺呢一場運動入面，希望去輔助每一位香港人去做到自己嘅崗位，做到自己嘅角色。未來學界亦都會全力支持呢一場運動嘅走勢，絕不割席。在这场运动里面，我们面对很多的镇压。刚刚我收到一个消息，其实在澳洲几个钟之前，他都有一个全澳的一个声援的行动，也都是希望呼应全球的香港人一起去展示团结的一面。但不幸的是，啱啱幾個鐘前，澳洲嘅一啲聲援反送中嘅運動，亦都係受到中國留學生佢哋嘅攻擊啦。嗰度有當地嘅記者被打，佢哋甚至會喺我哋嘅集會入面播放國歌，去掩蓋中國國歌，去掩蓋我哋嘅聲音。希望各位，今次呢一個嘅晚會會明白一樣嘢，就係我哋聲援嘅唔單止係在地嘅香港人，更加好似梁繼平所講，喺全球嘅香港人，係一個唔作喺異鄉嘅香港人，全部我哋都係香港人，站在同一陣線，我哋贏就要一齊贏。面對鎮壓係有代價。每一個人在不同的身位都要做不同的事。有記者問我們說，怕不怕勾結外國勢力，怕不怕被人追擊，怕不怕被人send上去那些微博啊、小紅書啊、帝巴啊，在那裡說會是起我們底。是啦，帝巴輸了啦，是啦，帝巴輸了，我們連登是最厲害的，是吧？連登仔是真的很厲害的，大佬。所以面對這個鎮壓，我通常對著他們的回應就是，講真的，我們的犧牲，我們的付出算是什麼？我現在可能就算被人起底，我又沒有被人打，我會不會被黑警無理地去射盲了隻眼呢？我不會嘛。今天如果每一個香港人都夠膽再向前走一步，走一步去幫這個香港的話，香港就有希望了。啱啱黃台陽佢再傳咗個訊息嚟，佢想講翻由8月10日到而家，可能香港面臨嘅情況唔同咗，嚴重咗，警方嘅暴力升級咗，國際嘅局勢亦都可能轉變。但係佢希望呼籲每一位香港人，用你嘅智人勇，用大家一直由6月去到而家嘅一個嘅智慧勇氣，去克服佢，香港人一定會贏啊！
學界一定會同大家堅守到底。在這場舞大台的運動裡面，我們會好像個體一樣，同每一位香港人並肩上路，國服香港，國服香港，國服香港，好多謝大家出席呢一個晚會，大專學界嘅集會結語係向國際發出呼籲，而我攬炒每一個普通人身份向香港人致謝，會有多少少我哋前路嘅啟發。更多謝英國國會議員發言支持香港。到底點解會叫自己做我要攬炒呢？其實源於6月9號當日，我發現幾乎所有香港政府高官同保皇黨都有外國護照，佢哋只係假放棄外國護照一次，就享有肆意出賣香港利益的權利，與民為敵。賣港之後，啲官同保皇黨就手執外國護照一走了之，所以我要取消佢哋嘅外國護照，重發權利，讓佢哋生生世世留喺大灣區。佢哋攬炒，不知道國家香港人已經奮戰咗兩個月，而呢兩個月有三個時刻特別令我感觸，同決定奮戰落去，同大家齊上齊落。第一個時刻是6月10號見到年青人絕望地回應當權者，反正都沒未來，不如一槍拍死我。第二個時刻是7月1號梁繼平意思跟大家講，我們今次一輸就是輸10年。第三個時刻是7月28號元朗有意思的盾牌被子彈射穿，記者問他為何還堅持，意思很堅定地回答，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第三個時刻反映到香港人逐漸將絕望的心情轉化為無比勇氣對抗暴政。這一刻我們可能覺得很疲倦、很憤怒、很氣餒，但是我們不可以放棄，因為這個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最後機會。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是一句空洞口號，更加不應該被人利用來分化我們，因為光復香港指的是光復香港的自由、人權、民主、資源自主和國際定位。而時代革命的意思是聲稱50年不變的時代之中，由香港人一起由下至上撼動政權，改變政治體制。學術上，只要社會大眾嘗試由下而上令政治體制有變化，就是革命。所以2014年是革命，2016年是革命，2019年都是革命。1984年至今35年，香港人不斷退讓，抱薪救火，最終導致退無可退。對我們後生一輩來說，與其2047年默默死去，倒不如趁香港尚有一絲希望的情況下，用盡最後一口氣創造未來。有年長一輩問，到底我們後生的有沒有勇氣將抗爭交回給傳統大台去領導？我不禁反問，傳統思維一輩又有沒有勇氣放棄30年來的模式，放手給年輕人以新思維、新方式改寫香港命運？當年青人日以繼夜、夜以繼日，以不同方式向政府施壓的同時，但願我們回過頭來會見到年長一輩站在現場默默支持我們。年輕人需要的不是金錢、不是食物，而是活生生的人願意走出來支持。今天之所以邀請不同光譜、不同年齡層的人士上台，就為了向全世界展示出無論香港情況多嚴峻，香港人都不會因為政治理念年齡不同而發言割席，無論有多少風波，我們依然團結，為我們的訴求奮戰到底。由今天起，我們不應該再分勇武和和理非，出得來的就是手足，是抗爭者，用核彈都不會割。我必須強調，大專學界和攬炒都有同樣信念，就是拒絕大台。如果有大台出現，我會出全力摧毀它。假如有一天我們大台一部分，請大家一視同仁，將我拉下來拆我台。只要拒絕迷信大台模式，不割席、不氣餒，善用國際思維，我們香港人一定會贏。香港人零掛悲觀，不作浮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半月將會是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的關鍵日子。香港作為國際城市，一直都與外國接軌，造就了我們的經濟繁榮。如今來到生死存亡之秋，香港人只能夠背水一戰，打好本土的每一場仗，同時拓展新的國際戰線，積極尋求自由世界的幫助。我們將會繼續要求美國通過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制裁損害香港自由的中港官員，並要求英國確認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訴諸國際壓力，捍衛我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應該只是一句口號，只要香港人不放棄，我們一定會見到香港重光的一日。 As an international city, Hong Kong is no stranger to global connections. They have made our economy prosper. At this crucial juncture of Hong Kong's fight for freedom, we see the assistance and solidarity of the free world. Hong Kongers are fighting for our rights locally, but we must also take the fight globally. We urge that the US to pass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in Congress, as well as sanction Chinese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undermine Hong Kongers' freedoms. We also urge the UK to recognize China's violation of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as part of its lega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owards its former colony. We will keep on fighting for freedom and dignity, stand with Hong Kong, power to the people. 今日嘅晚會就此完結，但係各位，我哋即將會喺其他戰場上再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人士如果要離開的話，可以向金鐘方向的地鐵站或者後面中環方向的地鐵站和平地離開。相信都有些在場人士想跟其他人去溝通，經過今次集會自片，但我們今次集會就結束了，再見。在場各位，記不記得我們一起舉起我們的長康，然後我們一起拍張相。光復香港，光復香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光復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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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哋十分鐘之後會喺呢一堆學生會會期前面等嘅。喂，塞所位俾你啊！係誒，唔好意思，咁各位傳媒朋友，如果想進行一個採訪嘅話咧，咁我哋陣間十分鐘之後會喺樓梯前面嗰度等嘅，係啦。咁如果現場人士有遺失任何物品嘅話咧，咁請去後台嗰度問我哋工作人員，睇下佢哋有冇揾到，係啦，唔該曬。Our press and media, so we will have our interview right beside the stairs. So if you would like to have an interview with us, so please go there and we will be going in 5 minutes. Thank you. Okay.
苦得唔得？唔該曬，唔該曬。OK 未 ？OK 未 ？OK 未？係係好。咁大家好，我係香港大專學校國際事務代表團嘅發言人 Joey 啦。咁好多謝咁多位香港人今日去參加我哋呢一個集會，去支持我哋去爭取國際關注。咁亦都係重複翻我哋今日嘅兩大訴求啦。第一就係希望英國去承認翻中國已經單方面違反咗中英聯合聲明。咁第二個訴求就係希望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嘅國會盡快去推過通過呢一個香港人權民主自由法，去制裁翻一啲損害咗香港民主自由以及其他核心價值嘅一啲中國或者香港嘅官員，咁去捍衞翻香港嘅核心價值同埋民主自由。係啦，咁我哋都好多謝咁多位香港人今日天氣咁熱，亦都去企出嚟支持我哋呢個集會。咁我哋大專學界嘅國際事務代表團喺嚟緊咧，亦都會繼續去做一啲連結國際社會嘅工作，去爭取國際嘅關注同埋支持。係啦，咁嚟緊就會交俾另外一位發言人張坤陽去講翻今日嘅人數等等。係啦。大家好，我是張坤陽，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的發言人。我們呢今晚呢據我們初步的統計呢，其實呢是有大約60,000人呢參與了今晚的集會的。我相信呢這個人數呢也是跟國際社會呢是很強而有力地表達了一個訊息，就是香港人是很希望英國的政府呢是宣布中國政府單方面違反聯合聲明，此其一。其二，希望英國政府和美國政府盡快就著香港的情況立人權民主法案，制裁損害香港自治官員的這個的法案，希望確實保護香港人和香港的自治程度。而另一方面呢，我相信今晚每一位香港人的出席呢，都因為意識到香港本身是一個國際的城市，而剛才很多的嘉賓，剛才很多香港人呢都會相信，就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呢，國際不同的一些的國家在香港有持份，他們都有權利、有責任、有義務，需要為香港現在面對一個不人道的情況呢去發聲，甚至用一些實際的情況呢去聲援香港。香港呢是一個國際城市，今日如果我哋面對，或者聽日我哋面對好多唔同嘅人扣帽子，話我哋係勾結外國勢力，呢一點絕對係一個錯誤嘅指控。因為我哋要見到，無論建制派定香港嘅政府，其實佢哋都會不時去聯絡唔同嘅一啲嘅外國商會啦，或者外國嘅一啲嘅議員啦，去解釋翻香港嘅情況。所以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我哋去同唔同外國嘅一啲嘅社會啦，一啲公民嘅社會或者一啲嘅政府去聯繫咧，係普通不過。咁所以希望各位香港人透過今晚嘅晚會，了解到香港嘅國際性啦，長遠而言，繼續透過國際的戰線和本地戰線互相呼應，互相地去合作，令到香港可以遲早重光。多謝大家。咁你點睇，即係其實中國都堅持要將，即係好希望將成件事當成內政咁樣處理啦。即係你啱啱提到可能質疑你哋勾結外國勢力啦，即係佢傾向以內部方式處理，你自己點樣睇？其實頭先好明好清晰地啊，好多嘉賓都好講過，就係話其實中英聯合聲明咧，絕非咧一兩年前咧中國外交部所言咧係一份歷史文件，再無實際意義，係錯誤嘅。我哋絕對相信咧，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份國際嘅一個聯合國啦，佢有呢個嘅通過嘅一份嘅文件咧，其實我哋呢一個香港問題絕非一個國內問題咁簡單，因為香港嘅一國兩制行成點啦，香港嘅自治行得好唔好啦，呢一樣嘢根本就係全世界，尤其英國，佢會去相當注意同關注。你有幾大信心外國政府真係會咁樣去幫香港，定係可能只係即係 lip service 冇作用？其實我哋呢近日內地都見到美國好多唔同嘅參眾兩院嘅議員啦，同埋呢一個嘅眾議院議長 Nancy Pelosi 咧，其實佢都開聲咧係表態支持呢個人權民主法案。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情況咧，2019年嘅情況咧，係絕對比過去嗰幾年咧，好似黃之鋒所言啦，係更加樂觀嘅。咁所以我哋認為咧，長遠而言咧，我哋一定係要強即係繼續爭取呢個美國社會啦、美國嘅政府啦、美國嘅國會啦，係全力同埋盡快地去通過呢一個嘅法案。即係你有信心外國政府係真係會做實事去幫助香港？係，因為好簡單，因為外國喺香港都有好重大嘅利益，咁所以佢只要透過一個實際行動，先可以保護到外國嘅一個嘅利益咧，喺香港嗰度咧唔會受到破壞。唔該，唔該曬。
謝謝好光啊 ！OK， 各位观众大家好，咁啊，我哋系《苹果日报》嘅直播啦。我哋今晚咧嘅集会嘅直播咧嚟到呢度啦。咁啊，重复一次啦，今晚咧系大专学界啦，同埋连登嘅我要揽炒团队咧合办嘅一个集会嚟嘅。今晚嘅集会咧嘅主要诉求有两个，第一个诉求咧就系希望英国咧可以单方面确认咧中英联合声明咧系违反咗嘅。第二个诉求咧就是希望英美国家咧制定一啲法律去制裁一啲咧损害香港自由民主嘅官员。咁点样制裁呢？例如就是希望咧嗰啲国家去通过一啲法律啦，去禁止呢一啲即系影响香港自治同埋民主嘅官员咧，禁止佢哋入境嘅，同埋冻结佢哋喺嗰个国家嘅资产嘅。咁呢兩個訴求咧，大會方面咧，大專學界啦，同埋我要攬炒團隊咧，就話佢哋會繼續用唔同途徑咧，去 lobby 外國，去咧希望爭取外國嘅支持嘅。咁暫時而家我哋見到咧，現場嘅集會咧都係非常之和平咁樣結束咗，就咁樣睇咧就唔似係會有任何嘅衝擊行動或者任何後續嘅包圍行動嘅。咁相信今晚咧係會和平咁樣結束今晚嘅集會。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咧，今晚比較特別嘅咧就係有黃台陽啦，即係流亡德國嘅黃台陽啦，同埋之前喺立法會除口罩嘅梁繼平咧，兩個人咧拍咗片去發言嘅，咁啊代表性係比較強，同埋都係佢哋以前少接受訪問嘅兩個人。咁我哋遮打花園嘅集會咧嚟到呢一度咧，我哋嘅直播就會結束噶啦。多謝咁多位收睇，拜拜。我以为是。